为了来抓你，千里迢迢地从韩国到这儿来。你不是日本人？没错，我就是朝鲜总督府孙建一刑警。你打听到金佛像藏身之处了吗？你把无辜的老板夫妇绑起来是什么意思？哼，你说这个家伙，这个小子，他很有嫌疑，说不定还是个真犯呢。徐中梅，如果你肯帮我，那么什么条件我都会答应你。哼，我不帮你的话，你又能怎么样？哼，你既然已经知道我的秘密了，我只能杀了你。你不要认为我太残忍了。交给我们，快到海草和尚和人质同志那边去吧。好了，一切都拜托你了。